太太，太太，你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拿来给我看看。没什么。安眠药。我知道我的病好不了，我一定想饮酒醒离开这个世界。佩佩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佩佩，医生都说了，你只要安心养病，过两天咱们就可以出院了。志恒，你别骗我了。我都知道了，我得的是白血病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。佩佩，你听我说，咱们只要找到合适的配型，过两年咱们就会好的。志浩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走吧，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你了。佩佩，现在你只要好好养病。啊，别的事儿都别想了。志浩，我累了，让我休息会。佩佩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快点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快救救我女友！我女友不行了，医生，医生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迷局》第二季。刚才病房中的一幕让我们十分揪心，一对互相深爱的情侣，此时正经历着生离死别的痛苦。为了不连累男友，身患白血病的李佩自暴自弃，决定用服毒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而她的男朋友薛志浩则不计一切代价要挽回李佩的生命。然而薛志浩却不知道，自己对女友的满腔赤诚竟然会在不久之后被人利用，使自己和李佩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当中。而引发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连锁加盟。那么这种事件，袁旭和童心怎么会介入其中呢？薛志浩和李佩的命运又将如何？请跟随我们一起进入本集的故事。我说这大周末的几点了还不做饭？哎，你说现在什么项目赚钱啊？你干嘛？又买东西？哎，咱这月工资可没发呢啊！我想创业当老板。创业当老板？你怎么想的呀？你的工作不要了？反正一天天跟着你也不赚钱，还老嫌我是个累赘，我还不如自己干出一番事业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哎，不行，咱到医院看看去。哎呀，谁生病了？你才去医院。那你就别在这儿闹，啊！你连数钱都数不明白，创什么业呀？那行，我呀就看看你能想多长时间啊。
你醒了？没事啊，大夫说你是情绪波动引起的眩晕，休息好了就没事了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可能呢？这种傻事儿以后可不许再做了啊。来，开上点。对了，佩佩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去见了一个大客户，等咱们合同一签，你可就是我的老板娘了。到时候你就负责给我数钱，好不好？你好好休息吧。该上点。等我回来。喂，许老板。您说，您能不能再缓几天啊？我这面确实有点急事儿，得等着这钱救命啊！要不这样，您在哪儿？我去找你，咱们面谈，好吗？喂，老大，我是志浩，跟您商量个事儿，跟您借点钱。啊，李佩在医院，我这面又开店又给李佩治病的，资金有点周转不开。好。干嘛？这电话怎么接？喂。哎呦，陈总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哎，行行，没问题。那这样，陈总，您把那个地址啊发到我手机上。好的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陈总再见啊。有选题了，关于创业的。你要是真想创业，我劝你就跟我一块儿去了解一下，等你了解完了再考虑要不要创业。哦，对，还有陈总说了让咱们这个周末呀把这条新闻给更好喽，搜集完所有资料再回台里。哎，我说你干嘛呢？赶紧收拾东西走啊。哦。一天到晚的不务正业。袁记者，童记者，我给你们倒点水吧。哎，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。袁记者，童记者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们了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才想起来给你们打电话的。没关系，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。李小姐，你最好能跟我们说的详细一些，这样有利于我们帮你解决问题。本来我和我男朋友志浩研究出来一个创业的计划，准备的也差不多了，但是没想到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呢是咱们前期所有筛选下来的项目，但是我们现在要确定最后一个，要不咱们民主决定。其实我不担心项目，我只是觉得我们四年大学刚毕业就开店，这合适吗？开店和开店能一样吗？咱们这可是有策略的开店。再说了，咱们要开的是连锁店，以后要开成中国的沃尔玛呢。行了，你快说，你看好哪家店了？还是你了解我。哎，你看啊，我看好的是这个可爱桃服装连锁店。知道为什么看上他吗？你看他的信息非常的齐全，
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他的总部就在市里，咱们可以直接跟他面谈。像这个饮品类的，我没有看上的原因呢，是你看他当天卖不出去的饮料和食品，这都是要处理掉的，这第一方面这成本就开始不划算了，所以我才没有挑选他。然而这服装店，你还是学服装设计的，还可以发挥你的作用。那就赶紧打电话联系一下，最好能当面谈一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是可爱淘的服装连锁店的总部吧？啊，你好，那个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加盟的事情。好。哎，那个您能把您的公司的地址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吗？我们想跟您当面聊一下。哎，好，那我到了给您打电话，谢谢您了。搞定。我们这办事效率进展真够快的。那是，创业讲究的是速度激情。请进。两位请进，请坐。啊，那个娟子，顺便给两位客人倒杯茶。哎，好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，不用客气。这是我们的许经理。你好。那你先出去忙吧。我们今天过来呢，是想跟您谈一下加盟的事儿。啊，这个模式啊，我得跟你们说清楚啊。你们不是连锁加盟吗？啊。这个倒是，我要说的呢是一些具体的需求。啊，你们是大学生吧？我们刚刚毕业。啊，在一些大学旁边呢，会有一些小店，他们呢不卖市场上的一些东西，他们呢也不走量，都是以个性取胜。你比如说这一家店里挂了一件衣服，他总会有人喜欢。像这种模式，你们应该并不陌生吧？这不是最普通不过的模式了吗？但是呢，像这种模式，它是一个大规模的连锁，你们见过吗？你比如说啊，这个饭店可以有，眼镜店可以有，文具店也可以有，唯独这个服饰店不能有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这个性化定制和大批量复制肯定是起冲突的。啊，这跟我们的合作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了，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连锁加盟啊，说随便给你一牌子就完事儿了。我们总部呢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计师，还有市场调研人员，会在可爱淘这个大平台之上呢做一个细微的调整。你比如说呢，他不会大的去改变你这个设计方案，而是呢做一些细微的变化。你比如说你这个店呢开在南城，它靠近大学，你就可以设计一些青春靓丽的衣服。你要是在北边靠近商业区，你就可以呢设计一些时尚潮流的东西，其他的东西呢就交给我们了。啊，原来可爱淘的竞争模式居然是自己做设计啊。当然了，这个品牌呢它不是吹出来的，我们呢都是靠口碑传出来的。怎么传呢？肯定还是要有好的产品，好的设计，你说是吧？你们呢可以先考察一下，考察好了咱们再签合同。但是你们要记住一点，只要你们交了加盟费，其他一切问题我们都可以替你搞定，你们只要出钱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我们觉得许老板的经营计划是挺可取的，我们就跟他签了合同，加盟费也是一次性交齐的。可是交了钱之后，这许老板承诺租店面的事儿就不管了，给了我们一批服装之后，干脆就找不到人影了。更何况，我又是在这个时候住的院，这生活上的压力一下子就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。我现在住院，
每天都要交几百块钱。嗯，那就是说，你男朋友白天还要去店里卖衣服，还要照顾你，是吗？是，我本来想告诉家里人我生病的事儿，可是他不让我告诉，他不想给家里人添麻烦，说等店里的生意做起来就好了。我问他我得的是什么病，他每次都搪塞我。后来我想办法问了医生，我得的是白血病。李小姐，其实现在很多病医院都是可以治好的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我自己是真的无所谓了，找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帮帮我男朋友薛志浩，帮我们找到那个许老板，讨回我们的损失。我是真的不忍心再看到他这么操劳下去了，经营一家店哪那么容易啊，更何况我的这个病又是个无底洞。如果你们能把我们的事情做成一期节目的话，我想在节目中告诉所有创业的年轻人，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，千万别被骗了。李小姐，你要乐观一些，你男朋友辛苦创业不就是为了你们的将来吗？至于找到许老板的事情，你就放心交给我们袁老师吧，有什么问题都会帮你解决的，是吧袁老师？啊，没问题。你们是？志浩，这二位是第三频道的袁记者和童记者。袁老师，这个就是我男朋友薛志浩，他们是来帮我们调查许老板的。啊，二位记者好。哎，你好，我叫袁旭。你好，这是我搭档王鑫。你好。你好。既然你都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再坐一会儿吧，没关系。不了，我们改天再来吧，正好李佩也需要休息了。好，那我送送您。那你们慢一点。嗯，好好休息啊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们。哦，不用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哦，对了，李佩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李佩病得确实挺严重的，他知道病情以后还闹过自杀呢。怪不得他看起来情绪不高呢。不过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，所以才没有什么意外。来，哥们儿，这是我家心意，拿着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您收着，您收着。拿着吧，你们创业的人都不容易，况且你现在也不仅仅是创业，还有一个病人需要你照顾。还有我的。您来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就算你不需要，李佩还不需要吗？太谢谢你们了。你不要再跟我们客气了，救人要紧。还有啊，多看好李佩，别再出什么状况了。这钱算我给你们借的，到时候我们还给你。哎，对了，我看到可爱淘总部又在找加盟，是不是这个许老板到别的地方又去骗人了？哦，这个你不用操心了，我们会去办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李佩。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。好，咱们先走吧。那我就不送你们了。慢走啊。嗯。
佩佩，你怎么还把记者给找来了？我是想让他们帮你找到许老板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下回这样的事儿提前跟我说，也不能总麻烦人家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从我们之前寝室的老大那儿借了些钱，你看，应该能应付一阵儿了。只好，都是兄弟，没事儿。再说了，我也会尽量还给他们的。这许老板也真能忽悠人，李佩他俩真够可怜的。没错啊，对于这个小额资金的创业者来说，连锁加盟这幌子确实很诱人。我刚在回来的路上用手机查了一下，可爱淘最近在网上公布的信息量特别庞大，应该属于整体推广期。从搜索引擎上看，他们最近公布的信息还在很努力的骗人。哎，不过他们胆子也真是够大的，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骗子。哼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嚣张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没有足够有效的证据，所以啊，谁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那他们不都签合同的吗？哎呦，这人都跑了，合同有什么用啊？所以啊，咱们必须得尽快把这个许老板找出来才行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赶紧的吧，给可爱淘打电话，说咱们要加盟。挂掉了。哎，谁让你拿我手机打的呀？你的离得近呢。讨厌劲儿。最近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来，喝点水。你看，最近这骚扰电话特别的多。怎么样？还冷吗？喂。哎，行。好。嗯，那我过去。你看，还想多陪你一会儿呢，这不，点儿又来客人了。你赶紧去忙你的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好，那我先过去了，有问题找医生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那是。这电话要是不回，咱们干什么呢？放心吧，骗子在那骗咱钱呢，肯定会回的。陌生号。您好。您好，可爱淘服饰连锁。刚才是您给我们打的电话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是想问一下加盟的事情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请问您是要加盟我们可爱淘服装连锁店吗？对，我们是有这个意向，但是我们想先了解一下您那边的情况。那您明天方便过来我们面谈一下吗？方便。哦，那您记一下地址吧，万宝街6号，挨着马路走就是了。好的。好像是可爱淘总店的地址吧。看现在的情况，大学生薛志浩十有八九是被那个许老板忽悠了。为什么？一个最明显的特征，
这些骗子在宣传自己产品的时候会特别强调美好的一面，在加盟者面前绘制一幅绚丽的图画，从产品技术到经营模式都是无比的强大，就连有可能的失败都替你考虑好了。怎么回事？卖不出去不要紧啊，总部帮你兜着，最关键的是自己还不用投资多少钱，很快就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，然后坐在自己的店里数钱就行了。听起来这么好的事儿，谁不心动呢？不过咱们冷静下来好好的想想，真的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大家都来加盟连锁店吧，整个世界都会很快摆脱贫穷的，实现共同富裕。说到这儿呢，可能有些观众会想笑，我才不会让这些人忽悠呢。哎，你还真别笑得那么早，想一想，自己遇到了财务危机的时候会怎么做呢？而那些令人防不胜防的骗子，偏偏就是抓住了你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，骗你没商量。嗯，我听娟子说有人要加盟。有人要加盟了，好事儿啊。不过最近你不要出门。怎么了？有人要查你，在家好好发帖子。那店里的事儿呢？店里有娟子一个人就够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不会是想私吞客户？我还不至于，没有什么大事，一点小事，你只要不出面就能解决。娟子呢？你不是让他出去看看，好应付客户吗？那就这样，记住，最近你不要出面，有什么事儿让娟子一个人解决。我先走了。行了，吃点水果吧。不想吃。那我给你倒杯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看。我没事。那好。我就是有点累了，我想睡。休息一会儿吧。治疗了这么久，患者的情况还是很不乐观。我们也在通过骨髓库尽可能的帮助病人找到配型合适的志愿者。至于费用方面，院方也跟你说过了，还是要尽快想办法。再往后拖，恐怕就不是钱能解决了的。
这么晚了，你叫我来干嘛呀？赚钱呢。你不是不让我露面吗？我让你发的帖子，你都发了吗？发了呀。把电脑拿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刚接触吗？我说生意怎么这么差？老板，你是不是嫌钱多呀？不是啊，钱多的日子确实很舒服。哎呀，你看这谁嫌钱多了呀？那也就是说，想去公安局吃饭喽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是你更天使。许老板，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努力，不能只凭运气。想多赚钱，就得辛苦一点，多发帖子吧。咱们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先观察观察情况。观察什么呀？咱们不是来跟人谈生意的吗？直接进去不完了？哎，我说，就算你是女汉子，咱也小心点行吗？万一对方人多再使点坏，怎么办？你就算是女汉子，你也得学会保护自己，不是？行了，再说把你嘴撕了啊！小心，小点声。啊，对了，你把一会儿咱们的行动计划给我复述一遍。就是你假装我的男朋友，你说什么我都跟你对着干，然后咱们就待着不走，他们就很容易相信咱们俩真的想加盟。行。二位请坐。您觉得咱们安排看的衣服怎么样？这衣服挺好的，就您家吧啊。咱这儿是连锁加盟吧？啊，是我们这家加盟店比较有自己的特色，衣服全是自己设计师设计的。对，衣服刚看了，确实质量各方面都不错，可是这个价钱呢，大概……您放心，我们的加盟费非常合理，一年加盟费30000，配货全包，还送您服饰。啊，如果卖不出去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回购，超出销售营业额的部分全归加盟店，你觉得还合理吗？合理，非常的合理。老婆，你看。这家衣服也不错，还送那么多东西，要不然就这家。那个，您是老板吗？啊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们老板正好出差了。哎，但是您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你懂什么呀？现在商家都能忽悠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人家当然捡好听的说了，你知道人家有没有营业执照吗？您放心，我们的营业执照齐全。这不有营业执照吗？东西确实都不错，我们也看了。老婆，要不然咱就这家吧，你看东西又好，是吧？我都喜欢，女孩肯定更多喜欢，对不对？先生，您真有眼光，我们家的衣服全是自己设计师设计的。对啊，这眼光吧，我一向都有。你一边去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你呢，也别忽悠人了。但我不知道呢，这种店一个月的利润够养几个设计师的呀？真拿我当外行？一看呀，您就是行家。我不瞒您说吧，我们聘请的全都是艺术学校的学生，价钱呢比较合理，而且还能经常想出一些比较不错的点子，所以啊，对对对对，是比较不错。闭嘴！咱们家现在谁说了算啊？你说了算。啊，没关系，如果您要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您再去别的家看看，如果要是没有您满意的，您再回来，
我们保证不给您加价。其实吧，我们还是觉得你们家不错的，不然也不可能专程过来看看。不过总还是得比较比较吧。是，尤其我老公这人吧，特别实诚，总容易上当。你俩还挺般配。谢谢，那我们再上别家去看看。再看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有需要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哎，行，没问题。那，您慢走。啊？来看我。您慢走。哎。你来了，你看啊，我刚才查过他们营业执照了，是真的。而这个许老板骗人可够下血本的呀。这怪不得薛之浩会上当呢。说说你的看法吧。嗯，你看啊，咱们今天碰见的那个女营业员，再加上这个真的营业执照，那说的就跟真事儿一样啊。没错，有进步。不过你今天演戏也演得跟真事儿似的。你少占我便宜，好像谁愿意演你老婆似的。哎呦，您别这样说呀，我就算找老婆，我是不是也得找个真正的女人啊？哎，我都……你先别着急呀，其实咱俩吵架那也是好事儿。为什么？如果他们这个公司认为咱们真的要加盟的话，他们肯定会千方百计地想出办法让咱们掏钱。而我们呢，就可以将计就计，压低价格，逼这个许老板出面亲自跟他们谈。不过他们这个女营业员确实很聪明啊，说他们老板出差了，既然是出差，当然可以随时回了，也可以不回了。对啊，一旦这个许老板露面，咱们就变得主动了。没错，这样。你赶紧再问一下同类加盟店的价格，咱们呢回头再去看看，跟他们砍砍价。既然演戏，咱要演得逼真一点，说不定呢还能再挖出点别的什么骗局。你，你，老板，刚才来了对夫妻，看样子挺想加盟的。是吗？他们的诚意大吗？男的还不错，女的就……怎么？女的不同意？其实也不是，他还觉得不错，就是想去别的家比比价格。他们找什么呀？男的挺高挺帅，脾气挺好，女的呢也挺白净，就是风风火火的，像个女汉子。哎，他俩还挺般配。燕子，嗯，他们在来的时候，提前照照片发给我。怎么了？小心为好。醒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店里生意不好吗？店里的生意不是不好，是。非常好，刚刚又接了一笔大订单。是吗？是啊。等啊，咱们把这把订单签下来之后，咱们的手头就能更宽裕一些了。真的吗？我和你说过的事情，什么时候骗过你的啊？我相信你，抱抱我好吗？查的差不多了，行，打电话。
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今天去过您店里的顾客。我跟我老公一起来的，有印象吗？啊，有印象。啊，您是比对完了吗？哦，好好好，那我等您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哎，二位请坐。二位今天真准时啊。对啊，今天这个路比较顺。啊，哎，二位价钱比较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咱们家在合理啊？啊，我们其实觉得你们家价格还是合理的，不过我们的预算可能…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哎，那个货呀，啊，好好好，你回头来取就行了啊。啊，好，成成成，那就这样，你别着急啊。嗯，好。这加盟连锁赚的就是加盟费的钱，所以上总部去谈想加盟连锁的事儿，老板很有可能会露面的。袁旭这么想啊，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不管这个可爱淘的老板是不是躲在幕后，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，赚钱一定是他最大的目的。既然我是付钱的人，让我见见收钱的人，要求算是合情合理的吧。就这样，袁旭和童心假扮的夫妻在可爱淘用起了将计就计。可是这精明的老板既然敢骗了钱不跑，要在这个地方继续行骗，肯定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而从店里的服务员跟袁旭和童心说的内容来看，还挺中肯，并没有夸大的内容和虚假的宣传。那就奇怪了，一个骗了人不跑反而继续大张旗鼓的做生意的店，会是骗子吗？这让袁旭和童心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这是他们要调查的对象吗？是不是哪个地方搞错了？各种奇怪的现象谜一样的存在，袁旭和童心究竟能不能查出幕后的真相？到底这个幕后的老板是何许人也呢？这个连锁加盟店还会发生哪些事情呢？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。